恭喜严俊宇，还有一直不断的逆流而上的李啊，你们俩相差了12000元，嗯，这个差距不算大哦，嗯，不算大哦，对，有些是一开始出发就已经知道大概会输了，但你这个很容易一个不小心上来喽，不小心来哦，6、7、8、3层啊，18个信箱里面有25万，哇，所以这边你们会很有感，里面只有加没有减，你会爽死，关键是。都答对也只能保留2次的金额，就这样。宜南准备出发，你请问要先答后答？先答。先答。嗯，请出题。吃地瓜的好处包含了护眼固视力还是护耳固听力？护耳固听力。请揭晓。所以把它记下来。好。答案权转移，李毅准备，请出题。省电灯泡跟 LED 灯泡哪一个是比较省电的？ LED 灯泡，请揭晓。嗯，请选择。8楼之1。哎，你很喜欢选这个。对啊，水塔边楼啊。准备开箱。边间有阳光。为难哦，你们俩差12000是吧？13500，请问是要保留还是放弃？保留好。进，保留，进，换你领先。严俊宇准备，请出题。三孔插头上的圆形金属是接地线还是火线？接地线。请揭晓。智慧心力，请选择。7楼之4。7楼之4。对。准备开箱。哇，15000元，保留还是放弃？保留。落差又再大一点点。李毅准备，请出题。网络英文缩写 JK， 它的意思是开玩笑的还是不好意思哦？开玩笑的。Just kidding. Oh, just kidding. 开玩笑的，请揭晓。请选择。加油，灵感好一点啊。6楼之6。6楼之6，你知道我们这信箱18里面有4、5个是超过20000的哦。我真的假的？当然。我第一次来啊，所以我乱猜的。6楼之6。14000元，再加这14000，68000，你领先他，但是，嗯，我不知道，还有18秒 ，maybe 还有2题，保留还是放弃？放弃啊！严俊宇准备好，请朱小弟。网络英文缩写 NP， 意思是没耐心还是没问题？没问题。送分送惨了，你剩下一题，嗯，你剩下一题，对，请揭晓。No problem, NP。请选择。6楼之2。6楼之2。我啊。我啊。李毅，说再见吧。好。哇塞。35000元。没机会了。然后对。当然加嘛，对不对？加。收。等一下加5万哎，10万哎，对吧？请出下一题。陋室铭当中水不在深，下一句是有龙则灵还是有神则灵？有龙则灵。请揭晓。请选择。那就选6楼之4哈。6楼之4。这还不错。20000。对不对？20000还是输啊？对啊，最起码比15000好啊！真的。好了，选择下来102400，对账74000。严俊宇今天运气真不错，对，真的。恭喜严俊宇获胜。
送给袁靖宇医师什么礼物啊？好，我们要送给您两项大奖。第一个是美国情报柔棉保洁垫，竟然型保洁垫专家荣获了美国 AAFA 气喘与过敏协会的认证，防水防螨超透气，防螨三保六免，全密封的床垫套还有床包式和枕头保洁垫，提供健康低敏的睡眠环境。另外一个是东风不败云霄飞车麻将桌，云霄飞车式的出牌设计，升牌不卡，五独家的双模式设定，电子骰自动加总显示，还有热风除湿烘干，加上紫外线杀菌，后疫情时代居家健康以及娱乐兼具的电动麻将桌，送给你，全部送给你。知识就是财富，先努力的增加你的智慧，累积你的财富筹码。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吗？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九点，就在全民新攻略，拜拜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。